喂，终于赶到在机场啦！Thank you.
不可以让自己浪费所花的有什么资源。我原来是一个门槛的很多人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，不是什么啊，不是什么啊，การเจริญกรรมฐา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三日咁快就搞完啦，咁而家又翻翻去 KL 先，拜拜。